呢一次介紹嘅係長拳，長拳嘅動作咧係舒展大方、穿蹦跳躍嘅動作，對小朋友嚟講係非常之中意嘅。而利用孟浩然嘅《春曉》，亦係因為小朋友對呢一首詩詞非常之熟悉，可以把大自然嘅風景融入藝術之中，對小朋友嘅成長係非常有益嘅。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呢一首詩係描寫春天早晨嘅美景，同詩人惜花嘅心情。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